佛就不一样了，是报化不一样。诸佛是修成的，功德修成的，恢复他原来的法身，这个修德当中跟众生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修圆满了，修无所修，才知道还是恢复原来本具的。说释放一些诸佛化度众生的事业，都是度众生成佛，但是业种不一样。阿弥陀佛就实现极乐世界来度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就实现娑婆世界度众生，这个不一样。但是诸佛的法身同的呀，一片一切处啊，都是佛佛道同，圆满不动。但是他能随众生的缘，每个佛随每个佛度每一类的众生，随众生的缘，诸佛如来的法身遍一切处的十法界都具足佛，那是地狱道，他也具足佛性啊。这叫如来随众生，而众生又学佛，逐渐的转化，那众生又学佛，众生也可以成佛，这叫流转。那么一切诸佛与众生不相离，同一体性，体性是不相离。诸佛给众生恒常为一，众生依着诸佛所说的法教授而能成道。这个道理呢，地藏菩萨举个例子，譬如虚空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的形类，虚空是包容一切的，什么色相现都可以。那一切的色相就不一样了，种种形类，还有包括一切众生啊、畜生啊，还有无情啊、山河大地啊，都不一样了。但是能离开虚空吗？不论任何成长生长都离不开虚空，同住在虚空当中。虚空是总，一切种种形象是别，这些个别都在虚空当中，为虚空所设。那虚空就是一切的物质的体，依着虚空而建立的，没有一事物能够离开虚空而单住一个地方，不可能。虚空之外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住。在这一切色相在虚空当中，虚空永远不会毁灭的，一切色相随时变化，随时变化。那一切有形有相东西化了，还归于虚空。咱这地球到化的时候，毁灭的时候，变了微细尘，微细尘又还于虚空。虚空有能毁灭吗？虚空永远不会毁灭，一切事物生长毁灭，生长在虚空中，毁灭还在虚空中，
在虚空呢是不增不减，不动不变。这拿虚空来比喻啊，虚空就是一切众生之体，也就是拿虚空形容着诸佛的法身。诸佛的法身以佛入世啊，像虚空一样能容一切众生的种种果报，在你做的很多的因，因一定感果，众生种种类类所受的果报不同。那么一切众生的果报你是什么来的？一切众生的果报皆以诸佛法身而建立生长的。诸佛的法身即是众生的法身，众生的法身即是诸佛的法身，那众生的果报是以诸佛法身。诸佛法身摄着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法身的体跟诸佛无二无别，没有一众生说是出离了法界身之外，没有，都在法界之内。咱们讲万法唯心嘛，这个法是指心，法即是心，心即是法。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都为法身所摄。没有出于法身界外的。当知，这是地藏菩萨跟坚净现菩萨说呀，要知道众生的身中，一切众生的身的正宗，诸佛的法身是不可毁灭，一切众生的心永远不会毁灭。假使众生没有一些烦恼，无明的烦恼断了之后，那也归于佛的法身。法身呢，是不增不减的，不垢不净的，不变不动的，这叫法身。这个是啊，假诸佛的法身跟虚空来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现前的果报，那众生现在的果报不一样的了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果报。这个众生包含着不止人类啊，畜生类啊，有情类啊，都是众生。那么依着这个含义说，众生的身就是诸佛的法身，诸佛的法身含着一些众生的法身，因此众生烦恼尽了，那又是回归法身本体了，那也是诸佛。法身本身呢，不生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众生悟了，恢复于法身。有那么句话呀，达得妄想死，须如法身活。如果你没有希望这个分别，你自然就恢复你的法身了。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与诸佛是无二无别的。那么样子，六凡法界，天人地狱恶鬼畜生，四圣法界，佛菩萨缘觉声闻
十法界唯此一心，是圣是悟，悟的程度不同，分四个法界，四种形象。六凡是迷，迷的不同，六凡的法界。法身呢，是在凡夫没有减少，在佛也没有增加，法身永远如是，不动不坏，不增不减。我前头讲了虚空那些意思，形容就是法身。拿虚空来形容法身，只有迷雾的差别。除了无明而分一切凡夫，断了无明而成一切圣人，断的究竟了就是佛了。但从无始时来，无明与无明心聚，此难因缘熏习力故，现妄境界。以妄境界熏习因缘故，其妄相应，妄相应心，其妄相应心，借我我所，造机助业，受生死苦。说被法身名为众生，这段说呀，你无明心生了，那就起业了，就造业了。依着你自己的本具的明白，清净的无言的真心，那起来不觉了，那个真心叫本觉。依着本觉而起不觉，就是在你根本无明痴心所生起的。这个道理很难得讲明白，讲不清楚，只能意会意会。就是在历史上这一类的开悟的善知识很多，我经常说，在唐朝的于朝恩，他请问国师，他说这个烦恼从什么地方起的，何者是烦恼，烦恼从什么生的，何者是烦恼，或者说是无明从何生的，何者是无明。那国师没答复他，你答复他说不清楚啊。国师用个比喻，善巧方便吧，说你个奴才都问佛法，他就骂这个宰相，那宰相就发火了，我是个奴才，我是皇上的奴才，一个宰相还万万人之上呢嘛。这就是答复他了。国师就跟他讲，无明从此起呀，此就是无明。你不问我吗，无明怎么生的，什么叫无明，这就叫无明。而且说说不清楚，等他一用，他一发火，用事实跟他一解释，他当下就开悟了，他就明悟了。咱们的禅宗很多讥讽转语，对什么讥说什么法，对什么讥说什么法。所以佛讲一切经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对着八万四千讥说的。无明是一样的，无明就是你不觉了。这个不觉从哪儿来的？因为从本觉来，从觉悟来的，觉悟才有不觉啊。相对而言的，在你那个痴心、愚痴心，就是黑难心呢、啊。这个黑难心跟法身本体
二一影，大方广阔经讲体相用，体就是相，相就是体，体相生起作用，作用就是体相，体相就是作用，三个即是一，心体心相，迷这个心，所以一切作用就是众生了，悟这个心就是圣人了。因为在你迷体之后起业，起业了，业就把你拴住了，这叫生死苦了。你开悟了，明白了，修行恢复你本觉，那叫解脱了。迷也是这个法身，悟也是个法身，所以当你一心的时候，执着一切境界相，这个时候的心呢，是妄心为主的了，所以一切都是虚妄。乃至你修法，乃至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，全是妄啊。你修法也是妄心法呀，一直妄心而修的妄法，但是里头有真实的。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鬼、圣僧，十法界一心。你的心起妄的境界，以妄心为主，就是六凡。以清净心为主，生起一切法，那就是四圣。妄也是这个心，真也是这个心，受四六道轮回苦的还是这个心，乘着佛菩萨声闻缘觉还是这个心，看你与哪个心相应，就归到哪个界去了。说现在你妄能够断一份妄，你都解脱一份，你烦恼就轻了。别人执着的生烦恼的，你不会生烦恼，你没这个分别意念。因此呢，都在这个你的知断无明、断烦恼，来断你的位置。圣凡没有一定标准的，你不烦恼了，你断了一切烦恼了，你就是圣人。你要生烦恼，就是众生。你烦恼越重，堕得越深，堕到地狱，堕到恶鬼，堕到畜生，那烦恼到了顶点了。你在人类当中看着，就是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就是智慧，就是断烦恼的表现。有智慧的人烦恼就轻，没智慧的人烦恼就重。社会上也讲啊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没知识的人总是给那有知识的当佣人，看你知识大小，知识越大，你主人的地位越高。要知要入世众生，法身熏习有力者，烦恼见薄呀，能厌世间，求涅槃乐，幸归一时。修罗波罗蜜一切菩提分法，为名为菩萨。这个是以本觉的心体的为法身，
都是以本觉心体为法身，但是他是用善法熏真如，而增长了一些善业，烦恼渐渐就轻了，对世间名闻利养，世间一切法，世间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他想求个不生灭法，像我们这在座的诸位啊，我们都是求不生灭法的，都是想断烦恼证菩提了生死，这是学不生灭法的，那就听啊学呀、啊、从闻闻到佛所说的法，完了就思维，思维我怎么去做，做就是修行，做完了你就成就了，成就就得到了。大乘起信论呢讲二种熏习，一个圆心境，越熏越出，一天跟那杀心重的人在一起，你渐渐杀心也重了，你跟贪心人在一起，那你贪心也就升起了。为什么要起贪心？没得智慧，这叫无明愚痴。你看破了一分，你轻一分，这方面轻了，那方面就重了。你贪嗔痴轻了，戒定慧就重了。贪嗔痴熏戒定慧，那戒定慧就轻了，贪嗔痴就重了。要入世菩萨修行其善法的满足，究竟得离无明碎者，转名为佛。什么叫佛？什么叫众生？没标准的，看你的行为来定。你修一些善法都成就了，这叫佛了。你修习得法，修行的，咱们中国有句老话，乐观满盈，非下地狱不可。修那也修的太多了，善法满足就叫佛，善法还没满足，比佛差一点就叫菩萨，断了见思惑了就叫声闻缘觉。十法界是用他惑业的深重来分的，没得惑业了，就是世生，就是善恶来分别，善恶两途，两条道路，看你走哪条道路。地藏王菩萨跟坚定信佛说呀，你当知道众生菩萨佛，这都是世间的假名，以简名而哪里的差别？说前头讲的法身之体，骗一些处，骗一些实，骗一些有情无情，所以它是平等的了，平等的，没有差异，没有差异。善男子，是名料说一时境界意，前头说正的一时境界，什么叫一时境界啊？就是心体，地藏菩萨讲那么多，就是讲的心，一个字，这就是实相。但是这个实相怎么能得到呢？
最初进去方便，就是你趋向什么，你相信什么，你想做什么，做对了就趋向佛城，就进去方便。说你这个把这种情况你全了解之后了，你就开悟了，这叫喜空啊。经过分析，慢慢你懂了，这叫喜空观。像那当下顿悟叫体空，不加分析，当体即空。你意识到一切事物都空的，本来都没有，原来就没有一件物质，原来无一物，什么也没有，原来是空的。你增加很多烦恼，那就不空了，因为烦恼想断，又增加一些善业，断烦恼才证菩提啊。这都是不空，这善呢，随顺空意；恶呢，违背空意。行善修道，渐渐能达到空理；作恶就不容易了，就违背空理。这就是地藏菩萨讲的，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唯识一心。以下你要修行，一个学唯心识观，唯心识观，观唯心，唯识。在一切时一切处，随身口意有所作业，在那一切时，包括24小时啊，昼夜24小时，你睡觉也好，吃饭也好，做梦也好，工作上班也好，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做的，对的外头的外界的色身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对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在这个中间你产生一个识别，叫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三个加一起叫十八界。一切事一切处，你的作业离不开这18种。那这18种由哪儿起来的？无明，咱们前头刚才讲过的，也是无明而起的。应该你观察这一切法呀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意识，18个种。这18个，你的行、坐、住、睡眠、说话、语言，包括你一切动作，离不开，一样也离不开。境界、色声香味触法，你也离不开。行住坐卧语言动作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12件事儿，你的一举一动的，在这12身当中，你去学一学，全是心呐，全是识啊。你把这12种观察了，离开我的心，离开我的识，一样也没有，不要在这个去起执着。
怎么样把它破除？你不想断烦恼吗？你得在十二上下手功夫，你下手。因此呢，你观察外边所有一切现象，包括你的言语，包括你的行动，包括一切人的言语行动，就是行住坐卧吧，一切坐坐吧，任何人都离不开。那眼睛看见的一些色相，耳朵听的一些声音，鼻子所受的香嗅，你说的舌根所感受的味道，耳朵所听的音声，心里头知道，这叫法。心里知道一些事物都叫法。在这十二种事物当中，你观察观察，哪样离开你的识，离开你的心，在这上你下手，下什么手呢？做修行的功夫。离开三生相位出发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了。让这些个止住，你观的时候让这些个止住，让它不干扰你的心。观的时候得有智慧照料，全是虚妄的，全是虚妄的。把你的心住在你的思维起心动念上，让你心呐，好的不去攀援，不好的也无要去舍离，就是不起分别。好的不贪恋，不好的也不起舍，这叫无分别一心。我们都趋向想得的，好的想得到，生想希求得到的心。你不高兴的事儿，听都不想听，但是你非听不可，这你就为了生活，你必须得去做，谁愿意下苦力呀？没办法，为了生活。假如你生活看淡一点，一个一个你就追源溯本，先从你内心上起，先不计较这些个了，欢喜的自己不求得到，得到是祸害，厌乐的也不求舍利，随遇而难，遇到什么境界就受什么境界。但是要认识它，怎么样认识它呢？这些都是假的，暂时的了，不是永久的。第一个，你观的这个肉体顶多100年嘛，也有活不到啊。咱们以最大的限度加100年来定嘛。在你不你自己观察观察别人吧，观察那个生的，观察那个死的，死了之后他把什么带走了，生的时候他带什么来了。说咱们中国说句俗话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人类都是这样子，有的认识到，有的不认识。不认识什么样呢？贪求没完没了，永远追求，给来生作业呀，就这样。到处都攀援，这叫攀援心。
在他攀岩时候自己还不知道在造业，造生死业啊。在你念念间都应当观察你心里所缘念的，心里所想的就是缘念的。有些个好的缘念不舍，越想越大，求发财啊，越多越好，越大越好，没完没了。你自己很清楚，自己的心呢很明白，得到要得到个什么？你这个就用你另一个观念说，你得到究竟能得到个什么？最后死掉了，还不是死掉了吗？说外边一切境界相，财富。你最后能得到吗？得到或者失掉啊？你到死亡的时候哪一件能带得去啊？这是初观察了，细观察一切有形有相所知道的事儿，无形无相的事儿，都是你心想的呀，是心的相。心相是虚妄的，没有一个实在的。在这个时候你念佛念法念僧，特别是念法，念什么法呢？生灭无常苦的，一切法没有这个快乐的，咱们所贪恋的，再念生老病死，那别离怨憎会五蕴之声求不得，这八苦交煎，哪个你能离得了啊？你的思想就念这些个，这些个所有一切的唯心所现，唯心所变，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。你这样念你就正念现前了，正念现前了。不论呢长啊短啊好的啊乐的啊得了失掉的啊，这些个见无量的想法，你自己去观察，都是分别，自己心里在那分别，这一分别啊问题就有了。你喜欢的好的你想得到据为己有，你不想得到的不好的你又排斥，你思想，你想想你这个思想，你把它拿出来自己认识自己了，心有这些相吗？你观察观察你自己的心。如果我们学佛的弟子学了佛入了佛门了，你想到佛法上有这个缘念，那根本不闻不到佛法的，闻到他也不相信的，他有这个缘念吗？他原念是车财怎么样发财，色色包括一切所喜欢的东西了，一切物质喜欢的想得到，不喜欢想舍掉，乃至事物的长短方圆大小好恶，那你心常想这些动作虚妄不实，内心相不分别这些个，离开这些东西，
这些东西啊，没有一定标准的了。你认为是坏的，他认为是好的。你要舍，他要贪。因为什么呢？无始先来的一种惯例，造业的心呐、啊，那个心呐、啊，有种惯的力量。很多人，如果佛弟子看到这个是不对的，是非，那很多人看见对，不是非，那就矛盾了。有些是顺生死的，他去造业，顺生死流；有些逆生死的，不顺生死流，逆转的。像我们佛弟子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无论哪一个顺境逆境，好啊坏啊是啊非啊，都是心生的了。所以我们大家经常都念呢、啊：心生种种法生啊，众生心生的，心灭种种法灭。那把这些法离开心，这个心是妄啊，妄心，离开心，哪一法能够自己自立？法跟法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的，众生的心，要能达到这样子，你还有什么善，有什么呢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凡是因缘所生的，善法也是空的，恶法也是空的。如是观察，也诸法唯心相生，要离开心呢？一法一相，自见无有差别。有差别是众生心的分别，法本身无差别。